能结合在一块，我觉得是一加一大于二。虽然年轻，但是唱法上、声音的处理上是很老道的。我抢。我很霸占的，碰到你手中的那一张。和解需要无悔的这。有两位要可能合作的飞行合伙人了。那我现在是怎么了？我应该节目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吧？对不对？突发事件。你只能在两位飞行合伙人中间选择一名。我们的节目就充满了惊喜嘛。苏有朋导演最后的选择是。